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上雅实况。科科，我们上一批终于把我们的小精灵任务给解决掉了。哎，到哪去了？怎么了？有那么多个？三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九二九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咻呀！啊！作者的画面真的很要求，居然还有小光点，超漂亮的。好，那我这里是，我想这个地图的用意就是要来解精灵任务吧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触发主线喽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主线我来喽，主线，主线，这里。是这里没错，朋克啦，一定是朋克，是出口了，看到出口了，幸好有出口，不然我又要被扁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有点不对劲。啊，好多只哦，黑不溜秋的那个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。啊，他们去出口了，那是出口。魔物，而且数量很多。刚刚以为只是岩石而已，没想到居然是……希娜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直在动来动去？没什么，只是苍蝇一直过来。洞穴里面会有苍蝇吗？这里为什么会有苍蝇呢？哈！被发现了，过来了。似乎只有那一只。噗啾噗啾，味道越来越重。这股腐臭味是什么？已经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随时 OK， 上吧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我的天哪！曲影是曲吗？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这么大？好恶心哦！小心点，可能比以往遇见的还要强。好恶心哦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！好，那我这次要使用。挑衅，好，战斗武装，miss， 好，降低你的防御跟那个，他讲话了，群影喷发了毒液，哇 ，no， 补血 ，bling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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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看看哦，时间加速圈，这个，哈，好弱，真是的，让我这么期待你会发挥什么作用？火焰弹，嘿，二二一，还好。可以，火焰直击。这个效果还不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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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，呀，魔杖圣诞，我用哪一个呢？是用法术性的还是要物理系的？好了，这个好了。哈？要有一个施法时间，哇，好枪！糟糕！哇！高速一击，好痛啊！噔，先补个血，捧个，原来捧个是给我用在这种地方的。噔，这个要冷却时间，那就用这个了，喷发了毒液。噔，好，就快赢了，加油！好，最后一集 ，yes！ 哈哈哈哈哈 ！Level up， 到达了上限的8等，终于倒下了。不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赶快离开这里吧！而且我也很担心那些魔物究竟去哪了。
嗯，说的也是，等等再回来处理这个。这个是哪一个？先存档。哦，有点不安。哦，一定是苹果，果然。煎不完的苹果。好吧，出去。这里出去。哦，无息之森，下雨了，居然是连到这里来。等等，魔物呢？太奇怪了，刚刚明明看到一群出去，现在却没看见半只踪影，而且下雨的关系连个痕迹都没有。南方是伊利亚德，那边有很多工会的人在守着，我想是没有问题。如果跑到哈维尔村的话，快点吧，先到村子看确认看看。好，这块什么魔力鸡蛋。魔力鸡蛋永久提升魔法攻击力，哇哦。九阴，给你吃吧。食用香菇。嗯，好，先看一下笔记本。好，现在依然是魔力矿石。噔噔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诶，啊，这场景好漂亮哦，还有水洼。哦，天哪，这里是巫溪之森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哈维尔村。啊，不能摘苹果了。好，从这里，我记得从这里上去就是了。啊，看到了，叮咚！哇，哦，冲好快！苍蝇王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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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刺拳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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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好有效。Level up， 果然是这里，快点！哦，好多。哈维尔村，喂喂，这不是有点糟吗？那是老师，金丹诺，西卡老师。哼，老师倒下了。啊，是你们吗？真是让你们看到丢脸的一面呢。不要住手，危险。哦，那是，这交给我，快趁现在啊，好帅哦。九阴飞上吧，来吧。嗯，音乐变得好热血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音乐好有那种神奇宝贝的既视感，这让我想起那段热血的时光。哦，好，九阴水系对这家伙还蛮有用的。哈，哎，怎么会错？刚刚的三百多到哪去了？我还真的一秒钟是这么相信你。火焰之击，哎 ，TP 280，好，耶、yeah ！哦，天哪，加油！嘿，耶、yeah ，打败一只。好，嘿，致命一击！我啊，你居然没死！哎、欸，被我把这重责大任的卷尾刀交给你，居然这样给我漏气，真是的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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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哦，好，你就不攻吧。其实我，噔噔噔噔噔，火焰之击，嘿！耶、yeah ！ Level up， 全部都到达八等。哇哇哇！敌人不要来了。好想要收服神奇宝贝啊！这音乐。噔噔噔噔噔。嘿。噔噔噔噔。火焰弹。224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嘿，耶！刺拳，哦，一个哟，火焰弹上啊！好，就是现在，使用神奇宝贝球。哦天哪，这音乐让我神奇宝贝的那个游戏魂都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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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快赢了！
一个。哎、欸啊，按太快了啊！不过算了，反正打一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结束了吗？好、啊，是什么什么？魔王终于要出现了吗？喂喂，不是吧？魔王终于又出现了，那不是刚刚那只吗？明明刚刚明明已经没反应了，还会再生吗？而且怎么感觉越来越大只？是那个取影吧？小心点，我从他身上感觉到魔力矿石的能量。能量，这么说来，的确有看到魔物在吃魔力矿石。难道他们会吃魔力矿石回复吗？我来帮忙。啊，他是谁啊？好帅哦！先专心对付敌人吧。啊，是给我存档的意思吗？存档当。你是谁？先专心应付敌人吧。老师，不行，我要奋战。我可是村子的管理者，也是个魔法师，我要保护这里。啊，起来了。我不会碍手碍脚的，让我支援你们吧。好啊。原本以为大命已到。哎，爬起来了，全部都爬起来了吗？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你呢？不会说的，我们全部都爬起来了。好热血哦，可不能每次都麻烦工会啊。你这家伙给我振作一点，多亏有你们的帮助，但是自己的村子光要自己的守护才行。哦，好热血。狗狗呢？狗狗撞门口的商人，请不要在意我，我不想被怪物发现。我说我也需不需要点商品？这种时候特别好用哦。又烦了，你这种时候还做什么生意啊？所以这可能是最终战咯，是这么说的吗？我感觉到最终战的 feel。苦瓜茶，我想我需要一点。好，不计成本多买一点。番茄汁，武器护具应该就不用了。天哪，这在热血什么？上面呢？好像应该都没有了哈。杨妹妹，美露美露妹，美露美露妹。好，准备了。让这种东西四处乱晃可就糟了。吉娜，小心点，我感觉它的魔力很庞大。好，最终战了吗？再存一次档。他加入队伍嘞，那个女生，白银剑士哦，好帅哦！明明最后出场的，你那么帅干嘛？取影。哦，居然还有配音嘞！天哪，将魔力附着于剑上，造成水属性伤害。冰霜剑戟，专注五次行动提升攻击命中回避各25%。魔力捆绑，操作魔力干扰敌人，被干扰者下降20%攻击，持续4次行动。生命洪流，将魔力灌输，每次行动回复35%生命，持续3次。可以啊，他没有可以。好，魔法冰霜剑戟，专注，先提升好了。专注，噔噔噔噔，好帅呀、啊！这应该真的是最终一战，我有那种感觉。好，开始吸仇恨，是这么说的吧？战斗武装。噔噔噔，好，伊基玛秀，好帅哦！哎，这可以选择吗？哦，可以耶，那就集中补你。一下，嘿，嗨嗨，可以时间加速，我方单体增加15%敏捷，就你吧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强。好，圣诞工会祝福好了，我要走保守路线。哦，果然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好，准备喽。被干扰者下降20%。好，降低你的攻击力。准备。好，圣诞连击，魔杖连击，圣诞连击。10把中。嘿。叮。胖胖胖胖胖胖胖。哇飞。哇哇哇，回满了嘿。好强哦！速拳，嘿！西卡使用治愈术，哇哦！哎，还不，村民使出了弓箭啊！大家都来帮忙了，好开心！好热血啊，有没有？天啊，好热血！魔杖连击，耶、yeah, ！我们一定可以打赢他了。哦，喷出了毒液，哇哦！哦啊耶！好，
好热血啊，这女剑士啊！嘿，啊，光辉祝福快要没效了。光辉祝福，战斗武装开启，已经开启了、啊、火焰弹、光之盾、风刃、治愈术、魔弹连击，啪啪啪，嗨嗨，嘿，刺拳。哦，生命洪流也消失了，我待会就要赶快补它。哦哦。哎，生命洪流，战斗中只能使用一次。啊，哎，不会吧？我该不会我就只能使用它那么一次吧？哎，麦亚雷拉，有没有可以商讨的余地？圣诞年级，光辉祝福50MP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全体3次，布拉布拉布拉，冷却10回合行动啊！看看这个对你如何啊？还好啊，战斗武装也解除了。我觉得我需要，嘿，哈哈，好低哦！天哪！行きましょう，专注！哦哦哦！天哪！哦哦，巨鹰从身体飞出了魔物，哎呀，好恶！我的坦克要挂了，我的坦克要挂掉了。苦瓜茶，苹果，快吃点苹果！追！哦，好弱。嗨嗨，刻印啊，不行，先 hold 住吧。要下。为什么我还不能用？哦，10回合好久、哦。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会光之盾，将将将将，光盾。魔力捆绑冰霜剑戟，先把小怪给打掉了。顺展金图，这个嘿，哦天啊，大家的血都已经开始急速下降了，赶快吸仇恨。赶快补血，苦瓜茶40，应该这个吧，嘿。吃吧！噔噔噔噔噔噔，火焰祝福，创造一个火焰护盾，火焰直击，嘿！天啊！赶快让我补血，会死掉啊！真的会死掉！嘿！哦 ，yes！ 啊，79！其实村民的攻击并不没有帮很多，可是你们的心意我感受到了。伊玛秀，干扰者下降20%攻击。嘿，好在嘞，赶快补血。你是弹呐、啊，多补一点。刺拳，嘿。哦，他又要毒翼了。Oh no！ 哦，啊哈！伊玛秀，造成水属性伤害。哦，我先补血好了，我是走保守路线的人。哦，还好我有补血。天哪、啊！你的冷却好了没啊，九印？还没，真的会死掉。好，现在就撑着到九印的那个 CD 好。嘿。他有加吗？好像没有。啊，那我使出那招干什么？嘿，哦哦，哦，又来了！天哪、啊，刻印不行啊！好，总之先把小怪打掉。枪，小怪基本上好像打一次就没了。哦，可以使用了，耶耶啊！哈哈，加油加油，就快赢了。就快了，就只剩一点点了，加油！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快死了！就快一点点就要死了，嘿！啊，怎么还没跑啊，九一？你就不能快一点吗，九一？哎，不对啊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了，我好像还没有给九一用那个战斗武装啊，我在傻什么？
太紧张了。好，现在要制造时机给九阴使用。啊，糟糕！啊，算了，这边还有一次补血，补泥。哦天哪！死掉了！哦天哪，大家都一直在消耗体力。苹果，苹果，应该这个会来得及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苦瓜茶，救火！哇、哦，直接往前冲哎！幸好攻击力不强，如抓痒般的攻击。哇、哦，又死掉了！哎，战斗武装，但五次行动后能力大幅下降。使用后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天哪，我的横劈没了。使用香菇，嘿。嘿，真的要死掉了啦！大家再撑点，撑着点！大家再撑着点！苦瓜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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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办法降低他的速度？魔力捆绑，好，魔力捆绑。哦，毒液。嘿，也要稳定的输出才行。然后现在看一下，好，开始吸仇恨。战斗武装为什么还不能用？怎么会这样？水之波动，水之抢，进化之持，一名他只能恢复一个啊。哦。可是为什么我都不能再使用了 ？NP 也 NP 够啊！哦，该不会是获得什么？啊，妈，算了。刻印进化之持，也许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提升25%防御，魔法防御，创造一个水之护盾，叭叭叭，好了，攻击啊！光辉祝福冷却，哦。啊，糟糕，按太快了！天哪，我这样按下去真的会死掉。啊，又来了！嗨嗨，你的刻印也还没好。物品，苹果，突然觉得苹果用不够啊！苹果，行くぞ！就快赢了，各位再撑着点。哦，可以使用了，可以使用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公开祝福，头一次这么觉得这招真的很像什么，很像那种救命技。嘿，哦天哪，快死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防御，防御，防御，好，先揍你，加油，再撑着点，追影金图顺斩，顺斩。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飞！哦，还好，撑住了，撑住了。哦，我们的女剑士，我们的女剑士不行了。哦吼，苦瓜茶，喝点苦瓜茶。嘿！啊，好弱啊！我这么相信你。好，这次应该行了吧？耶，赢了！耶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哇、哦，赢了！好开心，好开心！看来这次真的结束了，这下子收拾可麻烦了，好恶心的感觉。不过这次跟以往有所不同呢，非常的凶残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。这是那个村民的经典台词。没关系的，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，走，大丈夫。虽然说是这样。但这次没有你们，真的不知道下场会如何。但是你们怎么会从门口出现呢？这个说来话长。总之，空坑是跟村外一个地方连接着的。这样啊，那晚点再慢慢说给我听吧。收拾的部分交给我们就行了。今天实在太感谢你们了。千万不用这么说啦，而且刚刚也多亏这位的牵制，才让我们有机会反击。白银剑士，是啊，要是没有你来帮忙，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那个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吗？你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希娜，你认识他吗？咦，仔细一看，好像在哪见过呢。嗯，很熟悉的感觉。这算什么？搭讪吗？不不不不，搭讪我不会这样。不然搭讪你会哪样啊？搭讪应该是……喂，你这小子、啊、哪来的？哈，说点话、啊，混，白痴啊你！别人还在讲话，你在搅和什么？说好不打脸的，闭嘴！对不起。啊，笑了，没问题的。如果是这个人的话，啊，你是？拜托你们，请你们带我去见尤莉小姐。哎，你是谁啊？谢谢，这是小事情而已。倒是你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呢？对不起，请让我见尤莉小姐之后才能说。走。话说回来，贝，你不是知道她是谁吗？忘记了，居然那么理直气壮的说不知道，那是不知道你刚才惊讶什么啦。别在意，别在意，就像那些速读原理一样。你听过吗？明明只看过一眼，却印在脑海里的变态。好，你们的悄悄话很大声哦。不过为什么你们会毫不犹豫的答应呢？因为我们是委托工会的鹰之团，你就别在意了。正因为你需要帮助，我们就会帮忙。而且这只是顺路的小事情而已，是比传闻中还要好的工会呢。真的，谢谢你们。嘿、hey, ，我觉得这位女子来路不明，不是来路不明啊，来路不小。一个小小的齿轮会带动着巨大的齿轮，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，但时间也一点一滴的重生。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序章，来自黑暗的访客。感谢荧幕前的所有玩家。序章试玩版到此结束，希望玩家能够不吝啬的给予建议和批评。最后。致给予所玩到这里的玩家，真的非常感谢啊！不客气。哎，完结了耶！真的是一款非常精致的国产大作，作者你真的太棒了，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，真的就是你好棒。好的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这样《Light and Darkness》的试玩续篇游戏就到此结束了，请各位期待它的正式版，我们下一回再见喽。